你先讲。没有啊，其实我们是 Rosie 玫瑰红，然后我们吉他手厨师啊，他今天很可怜。其实我一边在弹一边在唱的时候，在注意他的脚，因为他年纪轻轻就得了痛风，然后这几天都掰咖这样子，已经三个礼拜。然后身体要就表演的时候，我们都要背着器材，然后在那边走，然后我们三个就聊得很开心。哎，等一下那个回响前面就到了，然后聊得很开心，很忘我，然后才转头看到他在后面，就差很远，找他很可怜，然后一脸很悲惨的样子，我不知道今天要怎么样。不过现在已经好很多了，就是真的在发作到最顶端的时候，就是连动都没办法动，就是他就一直痛，然后就很像那个拿那个100度的铁板放在你的关节，然后每一秒都一直拿那个铁锤去敲那种感觉。然后我今天早上还故意带了一瓶豆浆来，然后问他要不要喝，他说我不行啊，喝了以后那个痛风会发作。然后我上维基百科查一个东西给他写，痛风其实喝无糖豆浆绝对不会造成痛风的原因，一直逼他喝这样。是有点想害人。那这样好像喝啤酒比较。我看他在踩效果器的时候，在想他会不会很痛。不是，是很，就是你要一只脚一直撑着，然后这一只脚勉强。所以你刚才弹的时候是一只脚。所以平常都可以动很大，今天就。好可怜啊！大家身体要控制，就是健康。对，要看到我们这种例子，要保重身体。对。好，下一首歌《日出》。